近日，奚梦瑶和老公何猷君一起录制综艺节目，期间何猷君现场给女儿打视频，父女俩互动被奚梦瑶吐槽，称只要女儿喊一声爸爸，何猷君就会秒变夹子音，很恶心。自从看到我女儿叫爸爸之后，我的老天爷，那叫一个恶心。她一叫爸爸，然后妈妈就哦，不是，是女儿，你女儿恶心，是她，哎，她都化了是吧？就他们两个一起那种来回叫，有人这么喊我，我也愿意答应。哎，你给哥看一下你那个视频，哇塞！不不不，爸爸，哎，问题出现在你这儿，哎，不得不说，真的蛮恶心的。哈哈哈哈。